玩偶翻牌，杨幂黑粉直接让玩偶和杨幂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，像玩游戏似的开始了上下热搜的捉迷藏，简直就是不亦乐乎。而究其来源，却是因为玩偶在微博宣传新剧，然后有一位名叫杨幂炸君的网友在玩偶的微博底下评论了，随后这位网友直接被玩偶翻牌，在评论里劝他把名儿改改，也就是这样一波操作，把两人直接推上了热搜榜。毕竟杨幂和刘恺威离婚才没多久，直接让网友重新关注起了杨幂炸君这个事情，觉得这个就是事实。也就是这样，事件持续发酵，但是没想到突然之间，玩偶劝杨幂炸君粉改名的热搜被撤，随之而上的是一条名叫玩偶的热搜。点击热搜发现里面居然全是玩偶这些年的黑料集合，简直是无敌了。名古娱乐整理报道。